这老面哈。对，发要八个小时，自然性发的都是，看嘛，发的特别好。哦，对对对对，嗯，这个多少斤啊？30斤老面，40斤干面。哦，这是碱。对，放碱的话，一斤面放3克碱，一斤老面3克碱。哦，一斤老面3克碱。对。对，报碱到了啊，到了。哦，直接加水啊。对。啊，一斤面。一斤面4两水。一斤老面3克碱。你把这个秘方全告诉了哈。这个没事，像老铁就学会在家自己做吃。哦，发黄头，这就是加碱的缘故啊。对，加碱的缘故。这馒头做出来好吃啊。对，这馒头做出来面香味十足，就是一股碱香味儿。哦，对吧？一股碱香味儿。这个差不多了啊。对，这个差不多了，再稍微搅拌一会儿，看一下，这是和好的面，特别有筋性。你看，哦，这已经和好了。对，这已经和好了。哦，你要闻起来的话，就是一股碱香味儿。碱香味儿，对，碱香味儿特别浓。这个，你看，特别有劲。你看那个颜色，它不一样，颜色都不一样，也不特白啊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特别有筋。你看，嗯，好。对，这样的话做的馒头来，对，就口感特别好。哎，好嘞。这个一般，多长时间？这和面的话，12分钟，12分钟可以。哦，12分钟。对，因为它是根据你不同的和面机的形状不一样，它说12分钟蛮可以。我杠式的话，那个15分钟的。哦，对，这个现在就可以做馒头。对，你看，把它拿出来了。对，把它拿出来就可以。好嘞。哦，正好一块。对，正好一块出来，一盘一盘出来。哦，自己出来了。对，自己出来了。开学了。这边放面，那边出馒头，开始出了。对，因为现在出馒特别方便，有馒头机，不像过去似的手工和面，手工还得揉馒头。对，这个大小也都对，都可以控制，都可以控制，有小大小都可以控制。练换笼屉啊。哦，都放在一块儿。对，都放一块儿，自然醒发就可以。哦，自然醒发30分钟。哦，醒发30分钟。对，30分钟。哦，定时了。对，定时。哦，现在开始。哦，现在开始定。哦，行，对，醒发。哦，现在醒发30分钟。对，如果要是冬天呢？冬天是40分钟。哦，40分钟。对，但是屋里必须要保持在20度以上。哦，20度以上。对。哦，自然醒发要比这个。醒发羊醒发要醒发的好得多，哎，它自然醒发的好吃啊。对，好吃，它没有湿气。对对对对。哦，行了。对，这可以开始好了。哦。哦。飘轻的感觉。你看这个馒头。对，就一摸它可以。哦，起来了。对，可以起来，这可以了。哦。但是别死捏啊！一死捏它自己下去了。那死！你看这大馒头这个，起发起来红肉大了一。大一倍。一圈。对，大一圈。大一圈。都是自然醒发，你看啊，自然醒发，对对对对对，看着特别好，这算是开水上锅，开水上锅啊，现在就看着特别好，对，蒸是20分钟就可以，哦，蒸20分钟，20分钟，啊，哎呀，20分钟，20分钟，哦，时间到了，开锅了，出锅，哦，嘿，这大馒头，真好，你看这馒头，还有层次，哎，层次，哎，真好。哎呦，对，纯老面制作，没有任何添加剂，你看一下，真棒，这馒头，一层一层的，口感特别筋道啊，是，面香味十足，哎，看，你这一层一层的，哎，真是，真好，真好，哎。